请大家起立坐。
做大礼拜，一拜都会传承上师及诸佛唵阿吽。二拜诸菩萨唵阿吽。三拜诸护法金刚唵阿吽。四平等一起受。同学会圆满吉祥结束了，感谢各位同学上师的感恩。师尊辛苦了，我们今天听到师尊开示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用心的听，刚刚收音是不是有点问题呢？好，我们现在要摸头了，我们希望师尊身体健康，佛体安康，一切光明吉祥，大家都能够按照师尊刚刚讲的修行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的人生寿命，大家生命有限，能够健康的把握我们的人生修行，那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你看现在是这样开始摸底，美国这边好热好热，你们好吗？你们热不热？这一区都有停很多很多人，那边可能比较凉快，所以大家都会挑一个好位置，在这边给师尊摸头。那刚刚师尊眼睛闭起来也说了，其实今天不要以为我们只有在场坐的这些同门，其实刚刚师尊眼睛一闭呢，就说今天来了起码也有1000人以上吧。所以刚刚大家有讲开始的时候声音比较小是吗？好，我会改进，谢谢。高雄很热哦，好像36度是哪里啊？所以报告天气不会说局部有热哦。台风啊，天啊，阿弥陀佛，保佑台湾。哦，马来西亚也很热哦，槟城35度啊。新加坡啊，新加坡也热。
其实东南亚都很热吧，除了澳洲，澳洲的天气是相反。看到你就开心，开心开心。马来西亚热哈，马来西亚刚刚讲哪里？生病是最痛苦的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病苦消除，师尊加持，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。不热的地方哦，哦，太好了，27度，不热。谢谢你们哦，谢谢你们都跟我报告气象，让我可以大概了解大家都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。北市超热哦，哇，超热是几度？香港28度哦，陈师兄，天天下雨哦。那下雨的情况可能，所以我们也有时候矛盾哦，下雨下太多也不好。但是下雨可以让我们清凉一点。
了，谢谢师尊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刚刚大家有感受到吗？师尊又给网络上的同门加持了，太棒了太棒了。所以要记住这个画面啊。有哈，好的好的，所以我们也了解了世界各地的气温了。西雅图是非常非常热的。好，我们看师尊等一下说什么，稍待一会马上回来。